这场电视游戏发表会，干嘛搞得这么夸张了？听说在举行这场发表会之前，产业间谍早就已经在暗地里展开行动了。不过，能在游戏中体验历史事件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倒是蛮有趣的，就好像是参加真正的时光旅行哦。 游戏开始，啊！剑川他，快带我过去！请您暂时终止这个游戏，充值，真是荒唐！在这个游戏中，一定存在着破解这起杀人案件谜团的钥匙。光指挥条的话是抓不到我的哦，还有10分钟就到终点站，无人驾驶的列车会变成怎么样呢？ 小心后面！哥，果然是这样。虽然你让我们遭遇了种种危险，但是其实你相信我们会团结一致。哥们，谢谢你让我们复活。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